高山植物很纯净，在我印象里是一种自由向上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像人一样要一直保持着坚韧纯真勇敢的样子去面对生活，哪怕生活里有再多的阻碍，只要在阳光之下张开双臂，光合作用，就会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一切，遇见最初的自己。